多大的？这里应该有，过山子应该有。他这块还做不好，啊，要么推斧的宽度大一点，都要再宽一点。再宽一点，合过来的时候合拢了，推开来的时候它要全部分开，要不然就是顶住了。生产的话，这个直接拉开，这个全部空在这里。你就算现在这样的，我速度再快一点的话，你前面就顶住了。对啊，现在才开101公里。那么多分油呢，开到那里，现在顶住了，分油到那里。